奈良。冰室神社是关西地区最早盛开的樱花景点，位于奈良三大景点的徒步范围之内，就在东大门出入口的附近。从近铁奈良车站过来，还可以去看看新浦寺里造型俊美的佛像，更不能忘记春日大社。冰室神社是崇敬冰神的神社，每月例行祭祀有供奉冰雕灯，可以赏樱及赏冰灯。赏图吧。